来找找看好了。我刚刚是在这边嘛，我刚刚以为是在这里，结果不是。哦，这一辆也不是，绝对不会是。下面看看有没有，这里有吗？大麻车在这吗？这一台吗？这一台太破了吧，这一台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是，破成这样一定不是。换另外一边看看，来到这里看，这里，这里有吗？我觉得在这里面呢，这里面的几率蛮高的。哎，也不是，这里人家在做货运，货运的不是，做货运的不是，要找又要继续找，结果也不是在这。那这里有吗？有吗？为什么找一个大麻车也这么辛苦？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出现在我面前，让我不要这么辛苦？开过去，开过去，是不是在这里？河的对面有没有？直接开过去。这台车有点神哎、欸！走这里，这里我刚刚来过了，结果都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游戏会卡是不是？内格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哦，重新开一下。最近好像每天都会这样，每次都这样。拉高一点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应该不会了，应该不会那个了，处理掉了。不许，没有了吗？没有那个了。哎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那个了，没那个了。我从白天逛到黑夜，逛到白天，还没有找到了，所以刚刚也没什么进度。不要紧张。所以不是走这里。大麻不是在这。大麻应该在。这里怎么这么多这种车啊？我觉得最像的还是在这里啊。刚刚我到了这里。在这个红墙里面，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上货车。我刚才把他的电话挂掉了，把巴瑞的电话挂掉了，他妨碍我啊。上这一台是不是？哎，好好好，上车，前往巴瑞的公寓。哦哦哦，我就这样偷了人家的车哦。噔噔噔噔，哎呦！我上车了，哎、欸，果然有警察，哦，要甩掉警察了。我载了大麻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被抓到一定会被判很久的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啊，这个死巴瑞陷害我，要我抓什么大麻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又不能骑着大麻车跑掉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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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到底有多慢啊？这台车，对啊。死定了啦！阿里，而且你看这音乐还很悠闲的，哇！哦，这样后面的大麻都不会掉下来哎，后面的大麻都没事，两颗星而已嘛，不要怕，慢慢来。一定有什么好方法让大麻合法化？没有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连转个弯都不容易耶！这个女的还没有死，真的是万幸哦、喔嗯。还有人在挡我们呢，他们是警察的卧底是不是？警方的卧底。Man, fuck, I'm never gonna lose these assholes. 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些王八蛋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们要躲到小巷子里，不然我们都被他撞爽的。噔噔噔。还跟在我们后面，就这个小巷子了。哎，哦，
开车出去，开不出去，我碾死人了，碾死人了。哦，罪加一等了。走这里好了，走那个不，他们不会走的路。警车还是追过来嘞。哦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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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被警车卡住了，我被警车卡住了，我要掏枪出来了。我要掏枪了，完蛋了完蛋了。哦，先躲起来先躲起来。富兰克林，我们好可怜哦，我们好衰哦。我们好衰哦，好衰小哦。喂，回到货车上。哇、哦，富兰克林，任务失败，富兰克林死了。哦，富兰克林，这样翻大麻都不会掉出来。真的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我开错路了，被卡住了，都甩不开。再来一次啊，前往巴瑞的公寓。上货车，一上货车就有警察要追我们嘛，所以我们要开怪怪的道路，这样才有用。要3分多钟就要到哦，怎么可能啊？一出去就被警察抓哎！哦，有时间限制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是要开3分钟的车甩掉警察哦。我现在才发现哎，刚刚都没有发现。哦，开3分钟是不是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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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开3分钟啊！你为什么要阻挡我 ？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哦，不要再阻挡我了 ！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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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！ 呀，哦，警察都在帮我加速哎，他们不时就撞我一下，让我的车变快一点，真的有用吗？哦，没有用啊！他的安全气囊没有爆，那台车没有安全气囊。Man, that's gotta be a better way to get weed legalized than this bullshit. 警察说：“我也要吃大麻，不要阻挡我。”哦，他们追的好勤快哦！这警察真是奉那个。良好的警察，我们应该请 GTA 里面的警察来到现实生活，对不对？现实生活警察哪有像他们这么拼命的，拼命成这样，领的薪水又不多，为什么要拼命成这样？送掉一条命多不值得啊，对不对？躲山上不用啦，等时间到就好啦，还有2分钟啊，我们就一直开啊，开着我们的车，再过2分钟，哦。哦血，哦血，走，我们继续走，继续开。这边的警察，这边都好凶哦。好了，不要这么凶，不要这么凶。我还有1分44秒，好不好？还有1分44秒，再撑1分44秒就好了。喂，他们没追到我后面嘞。我甩开他们了吗？这么感动哦。这么感动哦，他们忽然不追了，他们觉得他们演出够长了，所以就不追了。演出时间够长，所以不想追。你看，他们不追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没有，时间到就成功了，他们就不追了，剩余时间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Damn, I gotta get the fuck on.Fuck out！ 走人了，走人了，慢慢开。时间就要到了，我们就要结束了，耶、yeah, ，结束了。走，开车回去。这混球！我现在还有40秒要开车到那边，是不是？噔，有点难度哦。还有40秒要开车哦，还有人要阻挡我们哦。还有20几秒哦，很刺激哦。这怎么可能嘛？按下富兰克林特殊技，18，18秒永远定住的感觉没有，来不及喽，16秒，会飞也没这么快啊。
啦来啦来啦，十二，还好远哦，还在地图外嘞，还在地图外啊，九秒，还在地图外，所以我刚刚闪警察也不能随便乱开，是不是？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，叮，任务失败。货没及时送达，你很急是不是？你很急是不是？还急什么屁呀、啊？三分钟有什么好急的？你平常三十天都在等呢，你会在乎这三分钟？在乎个屁呀、啊！吃屎比较快，小茶拉了很多屎，要不要吃？我现在要那个，先定位他的公寓好不好？定位他家公寓，用那个逃跑的时候还要离他家公寓。要想办法，就是开到他家公寓，有没有？想办法就是要开到他家公寓。我们不要领会警车在那边冲撞我，甩掉警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趁着就开着紫色的道路，一样开到他们家，不要理会那些警察。这里要转弯，跟没警察一样。不过有人在帮我们造势嘛，就当作是那个总统出巡在开道，有没有 ？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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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！ 好像总统出巡哦，警车帮我开道哦，你们懂不懂？哦，他要帮我加速了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哦，不要这么凶，不要那么凶，噔噔噔噔噔噔。Man, that's gotta be a better way to get weed legalized than this bullshit. 让大麻合法化。等等等。哦，来喽来喽，穿过大街小巷。喂。继续开继续开，我们快要到了，我们快要到了，让他们撞。让警察去抓他，没错。让警察去抓他。Man, fuck! I'm never gonna lose these assholes. 不要急啦，不要急啊！他们剩下一分钟之后就自动不追了啦。照刚刚的经验来讲是这样。从擦边球走这里是不是？你看他们不追了，剩下两分钟他们就不追了。不晓得为什么有神奇的魔力，神奇的魔力驱使他们不想再追。演出时间到了，所以他们不想追了。所以我们就开我们的嘛，从头到尾就是开我们的，不要理会他是不是？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！喂，这里，哦吼，哎嘿，哦，绕过，绕过，绕过，我们就要到了，我们就在这，就在这附近躲藏一下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快要没有了，快要没有，快要没有心急了。警车又要追来了，哦，不要再追了，不要再追了，哦，这样一定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再闪了，再闪了，噔噔噔噔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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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绕出去绕出去，没有了，没事了，没事啊，我开错地方了，啊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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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开到别人家里了。Man, I did not need that shit. 再开回来，再开出来。啊，还剩下一分钟。哦，这一次有希望。我就在这附近了。Damn, I gotta get the fuck on. 想走人呢、啊？真的，我也想走人呢、啊。哦，把货送到就可以走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警察甩开了。啊，警察追一追，真的就不想追了。果然跟剧本写好的都一样。他们都有照剧本演出哎，我剩三十秒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就这样，开车进去，到了到了到了，一箱大麻就在这，来来来来来，离开货车，好了好了，我身手上不要拿枪啊，这么恐怖，富兰克林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吓人？不要吓人，不要吓人哦，等一下走出去会被人家抓的，离开这个区域。哦，要跑步了，要跑路了，真可怜。富兰克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哦，